直接被打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芬芬。那今天呢，要来继续玩我们的艾尔登法环 Convergence Mode、哦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来使用新的魔法，所以我们要先来这边把我们的能力值改一改哦。我想要先用这个龙人的魔法，应该会蛮帅的哦。我先用这个创造者智慧，血量扣一半。哎，不能骑马吗？好像不能骑马哎。哇、哦，这边怎么变这样？好帅哦！天啊，这边怎么多了一座城？我记得以前没有啊。打得到吗？哦，那个黑夜魔法会一直在他们的周边缠绕哎。看起来很帅，但半发都没打到。这个还可以穿墙哎，哇，黑夜的魔法好像真的很强哎，他这个真的有点扯。用用看这个龙人雷区，哦，他踩到那个会爆炸，哇，这个雷区统一引爆的时候伤害超高的，哎，进不来，哎，我觉得他这边真的好酷哦，原本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，他把它给做出来了，哦，这边这样子真的好帅哦，天哪！变得太帅了吧！我的，里面有 BOSS 哎、欸，我已经感受到他强大的气场了。哦，也太痛了吧！不过也可能是因为我只有一半的血的关系啊。哦，哦，哈哈。他这个雷纳之臂嘞，哦，他是原地技能，哇，这个特效拉满，哦，这个怎么我这样子用，好像比用龙王的那招眼睛更花了。哦，碎碎碎碎碎！哎、欸，我怎么插不进去啊？哎呦喂呀！哎、欸，哦，好痛哦！哦，哎、欸，很帅哎、欸！哇、哦，这个很帅哎、欸！而且你们有发现吗？他这一招放完之后，旁边还会飘散着猩红腐败的毒气。哦，哈哈，哎，腐败的东西好帅哦！连这把剑的战绩都很帅哇！我要信仰马莲尼亚了，各位。水，这很好用哎。哇，帅，就是帅啦！哇，太帅了，太帅了！啊，怎么打完他完全没有掉东西？是怎么样？我还以为他会掉什么特别的，结果都没有，连魔法都没有。不过打完他这边有一个黑夜的魔法可以用、欸，哎，看一下是什么黑夜的魔法。毁灭流星、水银彗星、创新雨、黑暗誓约、暗月调和，感觉之后可以玩那个、哦、黑夜的魔法。接下来我们去打那个熔炉骑士好了。啊，这个这样子是要怎么走啊？之前真的不是这样子啊，这个地形。这边又多了一些原本没有的怪。哇、哦，血太厚，4000多滴血，怎样 ？Oh my god！
Oh my god，这边怪超多的啦！来呀、啊，放马过来！哎呦喂，哎，靠腰，被卡在这边是怎样？不是，哦，这只鞋真的好多，好烦哦！这，啊、哦，4000多滴血是怎样啊？这些怪得到了他们原本没有的高度啊！哎呦，诅咒对他们都没用哎，完全没有伤害，好烂哦！啊，熔炉骑士。这个好亮！哎，我这样打的伤害蛮高的哦。哎呦，我帅，有帅到哦！哦，帅帅帅，超帅！哎呀，算了，毒死了！哎 欸，我没想到会打这么快、欸，这把武器战技这样子也是超强的。他那个战技最后一下的余波还可以把敌人震开。这边是原本的地形完全改变了，有好多地方都不知道要怎么去。这个石头吗？没这么简单吧？这里。What？ Oh no！Oh no！我卡住了，我不要在天上！Oh my god！哎、欸，这边也可以走、欸，哎，走这边看看好了。哎呦，哇，直接连到那边呢、欸，这个路程变这么短了，怎么会直接连到这？哎、欸，他、啊、这撮火焰是干嘛？被封印起来了、欸。所以这个是说我要找到什么东西把它给解开吗？不然我进不去、欸。我这边还有一道光柱，所以那边还有一只 BOSS。哦，我懂了啦，他这边这个光柱的意思是说要打败这边的所有 BOSS，然后才可以把这边给解开，对不对？原来如此啊，真的有提升这边的挑战性啊。不然这边其实原本直接用跑的是还蛮简单的哦。不过这边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我记得，我、哦、卡，好卡哦！我记得这边原本不是这样子啊，我记得这边原本完全没有路诶、欸。哇、哦，现在竟然有一条路可以通到那边，天哪！哎呦，哎、欸，我，他过不来。哎呦！他应该，这个怪应该很少用那招才对啊！他刚刚我一进去，他就直接飞起来打我，是怎样？哇、哦，这边怪很多哎、欸！光柱在里面，我真的觉得画面有点 lag 的，这边改的比那个虎拜服那边还要多的感觉。有点夸张。Oh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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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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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哦，变得很会飞诶，又飞又飞，又飞！我靠！不要这样，夸张了，夸张了！一直飞呢，哦。哦，不会停的，不会停的，夸张！那一招应该是很少会用出来的招式啊。我看这边好像没有新的东西可以捡，不过这区这样子真的蛮酷的。哦，这新 BOSS 哎、欸！哎呦，哇、哦！哎呦，他会放魔法。哦呦，哦，
这个诅咒对他没效。哦，他有万年口臭哎，哇，很臭很臭，很久没刷牙了。哎呦哎啊，好痛哦 ！Oh no！ 哎呦哎呦哎呦！来，最后让我帅一下，帅！哎，哈哈！哇，好险，我有注意到，通往死亡的道路已开启。哦，这个新 boss 有趣哦，还真的开了，真的要打完三只 boss 才会开，要打死龙哎、欸，该不会直接进去就死了吧？哎、欸，怎么了 ？What？ 哎、欸，哦，直接开始哎、欸。打他没有很痛哦，我一直用猩红腐败就好了，这个战技真的很好用，哈哈，一直瞬间移动，笑死。哎呦，我被电到了，哎呦，哦，怕。这家伙一定觉得我的攻击怎么那么的迷幻。我这样子还躲过他的攻击。哎，这招真的好玩，太好玩了。我跳过去，跳过去，滚！哦，碎碎碎碎碎，赶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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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帅哦！哇，太帅了太帅了！辉光死灵卢恩，哎，还有新的魔法可以拿。好啦，这边这边应该没什么改变吧？然后我也没有看到飞牙在这边，那这个传送门会到哪里啊？是一样到那个王城吗？还是会改到其他地方去？我来看看，不知道他原本的这些传送门传送路线有没有改变。哦，有改一点点，他还是传送到王城，只不过不是传到原本的地方，他竟然传到门口了。熔炉骑士的装，我忘记看了，看一下好了。提升四点信仰，两点耐力，并提升2%的物理攻击，还不错。这两套的效果是一样的，只不过造型不一样而已哦。那我们再来看刚刚的新魔法，我们来看这个辉光死灵卢恩。掌握灵火。灵火仪式，葛德文的复仇，死之凤凰。哦 ，OK， 不知道我能不能用哎。死灵法术，40/40，38/38，36/36。我的，哦，有点想要用死灵的魔法，感觉应该会蛮帅的哦。Hello， 各位，那今天呢，我们的游戏就先玩到这边结束啦。那下次呢，我们再来继续玩这个模组。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按个喜欢、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哦。那记得开启小铃铛，下次
才会有更新通知。那我是Fanfern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